阻隔不通，阻隔不通啊，我看到那个，我看到一个船呢、啊，一个船折了一下，也就是说，不止一个船，也就是一个船还拉着船啊，至少啊，至少有两节啊，有那个船，然后那个拐的更厉害了，拐的更厉害了，拐的更厉害了，这不知道什么意思啊，应该来说船的话都直着走啊，不是直着啊，两个船呢尽可能直，然后它弯过来了，再弯过来了，再弯过来了啊，再弯过来了啊，两个船连在一起了，现在弯成这个样子了，这个样子的，看看，他们就根本不是想解决问题啊，他们就根本不是想解决问题啊，在左派啊，在左派，他根本不是要解决问题啊。他根本不是要解决问题，他是要没事找事，要惹一些问题啊，要惹事，惹事啊！你看这个船在那边根本不是为了要行驶啊，他是惹事啊，惹事但是惹事啊，冲动不解决问题的话，会引起人们越来越反感，越来越反感啊，越来越反感，越来越反感，纽约啊，看到了他们的本质啊，民主党本质，纽约这个样哦，还亚利桑那州，又是这个起诉那个起诉的，他以为通过这样的方法，他能够赢得民心了啊，这不可能是，本来就是盗贼啊，盗贼再倒打一耙啊，他以为这样子可以操弄啊，实际上人家看得一清二楚。一清二楚，算总账的日子快到了啊、哦！算总账的日子快到了，有千千万万个人呐、啊，越来越支持川普。有的人看热闹的啊、哦，一开始也没多想，现在看着这样搞下去的话，人家越来越看不下去了啊、所以，当人们揭竿而起的时刻啊、他们下场是非常非常惨的啊、操弄的非常非常惨的啊。他们掉头这，船呐、啊，为什么，这过来了，掉头了啊，原来是掉头啊，支持，不再支持你们了啊，以前支持你们的，现在掉头了啊，所以船呐、啊，歪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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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歪成这样啊，原来还掉头了啊，不再支持，原来那些民主党啊，被他们操弄过了头了啊，本来就是骗人家的。搞过头了以后，人家就醒过来，被骗了啊！那个一旦就醒过来的话，一旦就醒过来的话，那就不是咱们好弄的了。哎呀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